找啊，全部都找到的。嗯，我忘记开那个recording， 大家可以，如果在看 recording 的人，第一题是 boy， 第二题是 a， 我该讲了很多东西啊。来第三题，我们再复习第十课啊。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antibiotics？ 大家这个你找到什么啊？关于 antibiotic 哪一个是错的哈？ Antibiotic 叫抗生素，抗生素。OK， 所以我讲了，其实啊，普通伤风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哈。其实 ，OK，COVID-19 吃抗生素是没有用的。所以重点，哦，这个在课本有。啊 ，Jason， 你给我答案，真的是课本有找 antibiotic 那个部分，我等你啊，现在 ，now， 抗生素你找 antibiotics， 其他人可以给我答案，第三题是有的哈 ，OK， 他要，哎，等一下，这个题目好像是有问，哎，等一下，他要对一下，他要错的。啊、对对对，他要错的，来，对哦，啊，立即答案对哦 ，Jensen， 啊，他要错的，你看课本他有给另外三个的，所以只有一个是很明显，其实蛮明显错的，我已经讲了，抗生素 ，OK， 好，我看到答案了，对 ，Jensen， 等你，找到了吗？哪一个不是在讲 antibiotic 啊？哪一个不是在讲 antibiotic？哪一个不是在讲 antibody？ OK 啊，答案是有没有看的哈、啊？答案是冬季啊。OK， psychiatric 是什么啊？健身懂吗？这个字 psychiatric 什么意思 ？Bersakit psychiatric 有吗？立即你会怎么样形容这个字？我很好奇你会讲什么废话啊？在 psychiatric patient。是什么意思？如果问你 psychiatric 有吗？立即在想、我要想什么？立即的答案都是很 非认真，不认真。但你知道什么意思、哦、有吗？ OK，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我讲答案是 C 对不对？OK， C 是错的哈，就讲 AB 动机是对的。抗生素健身听啊，抗生素是用来杀 bacteria 的 bacteria， 所以我讲伤风没有用，因为伤风是 virus 来的， COVID-19 是 virus 来的，知道我讲过吗？它是拿来杀 bacteria、不能够杀 virus。 OK， B 啊， antibody 怎样来的呢？其实它是用微生物帮我们做的药来的。 OK， 它用 fungi 或者是别的 bacteria 来做这个药，然后我们吃进肚子里面，它就变成抗体了。 OK、啊、它用霉菌还有、真菌啊，真菌还有细菌帮我们做的。 OK 啊，这个药啊 antibody 啊，再来 antibody 一定要跟这都吃完它的，它给你几多粒你一定要吃到完的。 Jensen 懂吗？给我 reaction 啊， antibody 一定要跟这多少粒就要吃到完，一定要跟着那个分量，要不然你会培植超强的很强的细菌出来，如果你没有吃完那个药的话，知道吗？所以错的是什么呢？他讲这个药是用来医治这个叫什么呢？精神病患的，知道吗？不是啊，这个错啊，精神病患不可以，不是用 antibody 的，他是吃那些影响情绪的药的。大家来我们看一看啊， Jensen 你没有反应啊，大家来我们看一看传统的药险。 OK， 所以芦荟拿来做什么呢？哎，这个你要看你课本啊， Jensen 课本有没有在？芦荟拿来治跟皮肤有关的东西，尤其是晒到太阳 sunburn。 哎，埋文叫什么了 sunburn 啊？还没有的，我记得这个埋文是没有的，很长的。 Gesakit tangguli akibat selara matahari， 很长。OK、皮肤受伤了，你碰到很烧的东西皮肤受伤了。OK 啊，可以用芦荟，芦荟对皮肤好。人参是一个很我们平时讲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人家讲吃人参啊，吃人参好处在哪里啊？你不懂了，对不对？但大家回想一下，在戏里面呢也看过哦，在可能我们也听过人家讲吃人参，吃人参到底有什么好？可没有人讲过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好的？他们只是讲哦补咯。所以哦，
一样啊，你的英文埋文也是一样 maintain good health 罢了，补哦，你不会写补啊， OK， 就是维持好的健康，这样罢了，没有真正的一个好在哪里啊，皮肤啊，手啊，脚啊，眼睛啊，没有的啊。所以人生没哈那个是哈当保单， OK， 会不会写？再来姜，姜你要想很骚的，对不对？姜是不是辣辣的？你可以想 baby 啊，的肚子啊，每次要擦风油，这样辣辣的，胀风的时候要擦辣辣的东西。所以姜也是一样，姜是去风的。他们讲啊 ，relieves swelling， 它可以舒缓肿胀、身体的疼痛或者是胀风 （bloatedness）。马来文叫什么？看一下你的啊 ，menghilangkan angin， 哦，这个容易哦 ，melegakan angin 也可以 ，melegakan bengkak。生啊生啊，巴旦啊，身体疼痛肿胀。OK， 再来大红花掉发。虽然我们大家都不会采红大红花、哦、大红花可以消除头痛啊，还有避免掉发脱发。OK， 还有龟蔺啊，四肢纹症，这个很常问，这个很常问啊。OK， 啊，龟蔺是一个木来的，这个木可以拿来做纹马拉利亚纹症的药。马拉利亚纹症啊，纹症有很多种啊。OK， 主要有三种 Malaria, Zika 还有 Dengue Fever。 Dengue 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其实还有很危险的、啊、Malaria 和 Zika 这两个比较少啊，在我们的国家比较少。 OK， Zika 也是比较少啊，很危险的这两个。 OK， 我们的是、啊、Dengue 也是危险的、啊、其实。然后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西医的用药， Modern Medicine 的用药啊。 OK， 有分三种。 Jensen看这边，该我叫你找答案的时候，你到底找哪里哈？其实这边全部都有哎，看到吗 ？Antibiotic， Jensen， 课本有没有拿出来？哈，来大家看一下，西医的用药主要分三种先。第一种 analgesics， analgesics 就是止痛剂，对吗？该我们讲了，止痛了哈，啊，粒子药剂，大家粒子跟它记起来。懂不懂？例子 ，example 这边 ，aspirin、paracetamol、马来西亚最常用的这个止痛药应该是 paracetamol， 在别的国家，美国啦，比如说他们是很常用 aspirin 的，常常听到。我们这边也是有啦 ，aspirin、paracetamol 都有啦。哦，我们这里因为 Panadol 品牌出名嘛，所以他们就用 paracetamol 啊、，Panadol 就是 paracetamol 来的。OK， 所以如果你去pharmacy 买药呢、啊、他讲哦，我没有 Panadol， 他给你另外的 brand， 其实是一样的啦，只是他品牌不一样罢了。只要重点是他是 paracetamol 就对了。 OK， 还有一个叫 Codeine， 你可以看一下。把这两个是最我 highlight 的，是比较常问到、比较常看到、比较出名的啦 的药物，就是大家都懂的。其实我跟你讲啊，你其实这个药的名字哦，对你来讲可能很陌生，可是你跟可能我这样的年龄的啦哈，稍微有读到一点书，其实大家都懂了那个药。他们甚至没有讲 Panadol， 他们讲 Paracetamol 的，是大家都懂的。 OK 啊，所以你也是要懂。你就我的时候也是这个年龄的时候学的咯，就是 Form 1 的时候知道了，然后我们就懂那些药的名字了咯，要懂了。 OK， Antibiotics 啊，刚才我们讲的抗生素已经讲了。 OK， 一定要吃完啊。所以现在这里是 Antibiotic 的那个例子，Penicillin, Streptomycin、我们最常在考试看到的是 Penicillin。 OK， 知道吗？大家最常在 考试看到的是 Penicillin， 大家记起来。再来啊，这一个 Psychotherapeutic 的药才是给精神病患的，因为呢这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药物来的。 OK， 它会影响情绪，它会影响思想，还有影响行为的，知道讲过吗？ OK 啊，所以会影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吃不对的话、本来没有问题的都会有问题咯。 OK， should not be taken arbitrarily， 就是讲、不可以滥用的、啊、tidak boleh diambil sewenang-wenangnya， 一定要跟医生所给的分量、再来呢，其实它还有分三种、啊、psychotherapeutic 药 再分三种，有兴奋剂、抗忧郁的，还有镇定剂，跟它记起来的这些名字，有 stimulant， 有 antidepressants， 有 antipsychotics。 例子也是记，你看到我 highlight 了吗？ OK 啊，所以、so、stimulant 是刺激的，给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让那个人很活跃的啊，它可以影响啊，就是
让他使他的大脑啊，他的身体啊，他的情绪都活跃起来一点。Amphetamine 咯，比如说 ，OK，antidepressant 的例子啊 ，imipramine 啊 ，amitriptyline 啊，这个我们比较少看到了，讲真 ，OK。啊，考试了，我在讲的是啊 ，antipsychotic tranquilizer barbiturate 也是很常看到 ，OK 啊，你可以看一看它的例子，要记例子啊，因为它有可能教我们给例子给大家。So complementary 的 medicine 啊的种类，我们先看题目先。哎，如果时间跳了，你还没有做完的，你可以继续做先啊，大家 ，OK， 我们可以5:50 meet。OK， 第四题啊 ，Jensen 给我第四题答案 ，ginseng 人参的功能 A B C D， 我该讲了的 ，Jensen。第四题不要离开啊，因为你没有开 video， 我一直问你的主持人他有回答我。嗯，所以我一直叫 Jensen 就是讲 Hello Jensen 你有没有在的 Hello Hi Hi， 我叫主持人也是这样叫的，我怎么办，你们两个两兄弟啊。这边哪一个人参，我该讲了，人参就是补了嘛。我们每次听到人家讲补，其实什么鬼意思啊？很大众啊，这个东西它没有很 specific 的。哎呀，这样子有没有听课啊？真的是要给你气死了啊！懂记啊 ？OK，maintain good health 就对了，维持身体健康。所谓的补就是这样罢了。有谁可以回答我啊？这个 relief swelling 是什么东西？Melega跟Benga啊，是什么什么药？这三个的草药是什么药？有谁可以回答我 ？A 的草药是什么药？我们顺便记好了，你都差不多要复习完了，全部课很好。Jensen， 舒缓身体肿胀什么药？看回那一面啊，拿课本出来，舒缓身体肿胀，消肿 ，baby 的肚子。很胀啊，有风还是什么，然后他要涂这个东西啊，本来 Jensen 那个姜啊 ginger 啊，大家你有找到了吗？大家看到了吗？是不是姜哈利啊？ OK， 画面卡了。然后 B 消除头痛，和其实还有一个的这个东西，避免掉发啊，B 是大红花啊，大家。不过如果头痛就去吃别的药了啊，不要去采大红花，因为我们不懂怎样吃，我们没有学怎样吃，你不要拿一颗大红花来吃啊。重点不是只是哦，我们不应该采大红花，要尊敬国花，不是，重点是你不懂怎样吃，你还没有洗干净。再来 C 跟皮肤有关，芦荟啊，知道吗？ OK， 第五题来，这些都是 psychotherapeutic drugs 啊，这些都是 ubat psychotherapeutic， 除了哪一个？有一个不是刚才讲到的，大家 OK 很好，还有吗 ？A B C D 哪一个不是 psychotherapeutic？ 很好 ，OK， 还有吗？嗯，所以 psychotherapeutic 的药哈，只有刺叫什么了？刺激的哈，叫 stimulant， 有。抗忧郁的叫 antidepressant， 还有一个叫抗，我忘记了啊，我不懂他华语叫什么了，这个哈，这个啊啊镇定剂哦 ，OK， 兴奋剂、抗忧郁、镇定剂 ，antipsychotic， 所以对了，答案确实是 inhalant。inhalant 其实是所有啊用鼻子或者嘴巴吸进去的东西叫 inhalant， OK。它不是属于 它不一定属于 psychotherapeutic 的 ，OK 啊，大家，这个是刺针了哦，哎，它的华语叫什么了啊？这个有华语的，我每天讲的刺针，我要改善我的中文啊，针灸 ，OK， 我要去真的是读好我的中文了，忘记完了，因为 acupuncture 针灸 ，OK， 针灸啊，针灸，我看这个没有什么东西了啊，可能它的重点哦，你要记得是 OK。这一个它可以刺激神经系统，舒缓疼痛，给它针灸啊。哎，我看这样，你看一看先，我们5:50你还没有做完的，你做一做 ，OK， 5:50啊 ，Jensen 回来啊，5:50见。